若有这600块，阮阿兄就会用开剃头店啊。阮阿爸甲阿母以后的生活嘛有我靠。安尼的原因，你有怪你无？就算讲是安尼，伊嘛毋免用这幸福来换钱啊。迄是我家己愿意的。阮阿爸甲阿母，伊拢希望阮阿兄有一天会当出头天。我嘛希望阮阿兄会当好好照顾伊。啊，不过阮家散食，只有靠我出家的聘金，阮阿兄才有法度去开店做生意。原来是安尼哦。啊，你怎奈昏去啊？我是伫咧装药啊，打针啊，无说你去着衰。原来为着打针啊，你唔肯见我。唔是啊，你莫误会。我是想讲，婚事的代志，着互爸母做主着用的啊。我若是会当加做几工啊，着加赚几工的钱互伊啊。世间哪有你这款的查某囡仔？你后悔啊？是，我后悔啊，我真后悔。你在做啥？你不是后悔要跟阮做亲戚？是，但讲我后悔的是，我无较早识彩你，无甲你娶回来做某。啊！连这牛车你都拖袂行。阿爸，阿爸，你创啥啦？嘿，牛要拖车。搁要拖车哦？我来跟你倒拖啦。拖车，我来，我来啦。啊，好，好，好，你来。哎，阿公啊，你下牛较好。哈，好，哈，啊，是要送去倒啦？那边就好啊啦，那边。哎，这只牛确实有影袂歹。阿爸，到厝啊啦。你这只牛吼，确实比我较有力，赞。嘿，阿婆，你是咧起笑哟？啊！搭无牛啊，咧拖牛车。阿爸，卖过你妈啦。好。好啦好啦，阿妈安尼一个笑无够，两个搁笑来斗。哎呦，阿爸，好啊啦，卖过你妈啦。阿坤啊，卖过你妈啦。老夫呀，啊，你到底有要娶阮秋兰啊无？我明仔就来送订啦。好，好酒啊！阿爸，阿爸好啊啦！哎呀，你妈拉吧，阿爸。好酒。哎呀，阿听伊讲，新娘生得真水，够样。等你来锁过门，你家己看就知啊。好，阿你一定真水的。幺妹啊，啊拢穿好啊吼！做啥？拢穿好啊！阿祥啊，嗯，我予你甲恁阿兄做伙去娶亲啊，你其实代表我哈，去对亲家亲，莫较有礼貌，你知无？哎呦，这我知啦，
该有的礼数我拢知啦。我对阿兄去娶某，我是去学看要怎做新郎啊。啊，阿兄娶某，我嘛会想啊。多谢。嗯。啊，我当时用娶。去哦。啊。较正经咧。哦。外面的工过先顾好，娶某的代志再搁讲。嗯。哎呦，等恁爸仔囝起起厝厝是咧念啥货？你是咧讲来歹话，还是无想要娶某？无啦。人来，人来啊！拢来啊！哎，来来来，出来出来出来！金花啊，阿水啊，带我入来。阿姨啊。咱阿兄新娘房是要创啥？是啦，头家娘，我看你会艰苦呢。金环，因缘天注定，阮阿兄跟你无缘啦。好啦，我替你出气啦。后壁这两片门吼，拢给我拆拆。等的梦，等的缘，为何无结论？天下的母亲白衣人。咱阿姐甲姐夫因两个人通来，啊，这礼物吼是要送你。秋兰啊，啊你即摆嫁过吼，有闲都爱倒来甲阮看看呢。阿叔。阿兄，我要出嫁啊！阿爸甲阿母，恁着爱好好照顾，唔通互因操烦。秋兰，这你放心啦。来，新郎新娘甲爸母啊拜别一下。来，跪嘞，向爸母一拜。再拜，三拜。秋兰，秋兰啊，叶辉啊，秋兰以后就拜托你啊，你得好好甲疼惜。阿爸，你放心啦，我一定会。秋兰，你若嫁过去，就乖乖听人的嘴，才会得人听吼。我知影，来，阿母甲你看囡仔哈。好好好好好，啊，时间都到啊，咱进来上轿。啊，对对对，来准时，准时哦。
做紧就带你去啦。好。好啦，无代志啦。无代志上好啦。秋兰，歹势啦，头一天路你受委屈。袂啦。对啦，你拄只勉强打遐面，肩仔头顶真疼吼。唔免啦，我已经惯习啊，这无啥。什么？你已经惯习啊！你就是安尼啦，拢互食到到。以后你是我的人啊！你若受到什么委屈，一定要甲我讲，知无？秋兰，你笑起来时阵真水呢。咱的梦，咱的缘，为何无结论？千里路，天下的。门环下无安生气，笑哎，阿秋兰知影无？伊敢有做生气的？无呢，电脑放阿遐卖生气。啥？迄门叫人拆去啊？佫无生气？嘿，世间哪有这款人啊？修养才好，我才唔相信。是吧？阿兄，我带回来。嫂啊，哪会无门啊？安尼，你甲阿兄是要安怎动啊？唔要紧，唔要紧，唔要紧。就算讲是安尼吼，阮厝的人拢袂来甲你吵啦。我来甲你讲生笑。小姐啊，已经真暗啊。先去休困啊！啊，对，英姐阿妈，啊，我先出来。别跟你吵，别跟你吵。今早顿青草哦，你煮的哦？是啦。啊，灶脚你整理的是？是啊。真牛，真牛！哈哈哈！这间灶脚吼，十外年冇这清气过啊，
哎呦，今仔日在咧算搞哦，拜托，迄下骹手人嘛有法度整理，有甚了不起？真的是咯，我伫咧厝内面拢做啊足惯习，以后厝内面做伙工作，我来做就好啊。无啊，啊你是房间门滑拆开，伤过通风，昨困了无好，透早就爬起来做代志，你是搞糟蹋是？无啦，阿母，我昨困了真好啊。你若无欢喜，我门该拆掉。你做你讲无要紧啊。阿英啊，小兰，你叫阿贤甲玉辉啊做伙来吃。好，阿贤去高阳啊啦。啊？哎，这个囡仔凊彩安尼爬爬走，无怪甲今晚乌吵无无。你叫玉辉啊来吃。好。阿英啊，新妇才娶进门啦，尔，卖为难伊啊。我敢熬，我有法度为难伊哦。难得娶这个新妇，才有效果，才骨力，咱享受这清闲，敢毋是真好？好啊，这是你讲的吼。后盖我着翘脚享福，厝内面的工课都拢放互伊做。